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！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
只一只回来了。顽皮的碰碰车。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。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忘记看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完蛋了，我把弟弟们弄丢了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用舌头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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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来撞去真有趣，我最喜欢热情拥抱，我是碰碰车，碰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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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捉迷藏，大街小巷转呀转呀，就像游乐场。危险危险危险，街道上不能玩耍，不能玩耍，碰碰车们快停下，快停下，跟我回家吧。交给我们吧！不滴不滴不滴不，开启雷达照一照，向右转弯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啦！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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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全部都停下！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，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。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。排成一队，别拥挤，别拥挤。路上危险，不乱跑，注意安全。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。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嘛，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
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哦，还是树下凉快。啊，毛毛虫！哦，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啊，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，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哦，怎么找不到。咦，那是什么？车轮车轮过啦啦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。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抓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想跑，嗡嗡，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，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，快停下，咕噜咕噜，快停下，嗡嗡，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还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
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吧？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夜游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赶紧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高墙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海滩大拯救！哟吼，去冲浪喽！好臭啊！海里的垃圾实在太多了，我们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忙。快召唤他们吧！大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全部都清理，脏脏的垃圾，臭臭的垃圾，真的让人很生气。塑料袋不能分解，泡沫盒子有危害，废电池和油漆桶怎么了？会污染大海。我是爱美的垃圾车，让世界变干净。完成分类。It's my show time。臭臭的垃圾，重重的垃圾。全部都清理，危险的垃圾，有毒的垃圾，个个都是大难题。太难了！长长吊臂伸出来，灵应更自有力气，不管多重的东西。嘿呦嘿呦！轻松的吊起，我是大力士吊车，搬垃圾没问题。清理完毕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太厉害了。小意思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下可以去冲浪了。哇哦！超级汽车并肩战斗。